是，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质可以成为大丽花样美少女的选拔的特别的？就很喜欢时尚，很喜欢时尚。时尚你的兴趣是彩妆，那平常有做什么彩妆的服务或活动呢？我有做一些彩妆的 case。真的哦，所以如果我给你句话的话，你也会知道是吗？真的，只是一定有这种好处。那可以针对你今天哦，今天不是我们所有参赛的穿着最简单，然后是搭配各式各样的。针对你的服装有什么想法呢？因为我本来就是没有个性，所以我有想过要穿洋装或是小袖袜什么之类的，可是就觉得说不符合自己的个性，所以还是觉得穿自己的个性。哇，非常特别，那是我们参赛者非常有特色，那非常感谢我们的那个十四号参赛者的访问哦，那接着请我们稍后，接着下。